他也是二级头，一枪的事情。假装往这边跑，还有一个消音 AUG， 消音 AUG 大概在最近用不习惯用这个三番茄吃过饭了，西发耶，这半截握把是什么？哎，最近我又用三角了，我觉得这半截感觉半截好像又不好用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丢了两个雷，这个丢雷的时候人家不敢看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听到这个雷滚的声音他就不敢看我，所以我这样绕的时候他是很难知道我的位置的，就我在丢雷的时候他不可能偷头出来看我，对不对？因为他，你们懂吧？他不确定我的，就是一般情况下都不敢看的。啊，就说这个握把呢，点射好一点，扫射也不行。这个握把点射好一点，扫射也不行。子弹带我不要，我喜欢用投彩板。好的吧。